这视野太高了吧！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我们来玩火影忍者，这个是佐助，没看错，可以看到他身上已经冒出这个紫色的光芒了。来，我们找一个路人来施战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所以哦。 他每个 NPC 角色都有血条哎，而且这个红色这个对准他有没有就可以瞬移。哎呦，哦哦哦哦哦，这招猛哦，他居然打他，为什么是被他撞到哦？他欺负弱小了，人家都已经躺地板了。哎呦，没看错吧？哎呦哎呦哎。 哎呦，我跑得跟那个漫画一样哎！撞他！那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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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什么？人家是佐助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撞一下美女，撞他屁屁！哎呦！哎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你跑，你不会比我快的，哎。 你要跑去哪里？我在这里哦。<笑>我跑比你快，看到我跑过来跑走，哎、欸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看他绕圈圈呐、啊，我在这了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在这了，看到我就跑走，哎、欸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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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come on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跟着我跑啊，不是这样走，哎、欸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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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比你快哦，对，往回跑，往回跑，往回往回，后面，后面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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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边没错啊，小朋友，就是这样，哎，我跑了，还这里啦，哈哈哈，来哦，这个魔族还蛮酷的，它招式超多，来，再一次，哇，风魔手里剑都飞出去了，哎呦，哦哦哦哦，超远的啦。 哇！翻跟斗呢，翻跟斗，哎呦！你看哦，哎呦！等一下，他最远可以打到多远啊？看看这打到吗？那么远？哎，不行哦，这么远不行哦，啊！这样子嘞，一定要出现血条才可以啊！我发现这个模组如果搭配那个。 分尸跟那个爆头的那个应该是蛮屌的，但是不要好，等下不要黄标。哎呦，哇，这什么招式？喷水啊！水不是这样浪费的啊，老兄。哎呦，哦，不是哦，是气功啊，气功啊！等下我看看这什么，这什么功能啊？好咯，来咯。啊，不是，按错了，这什么一般的招式啊，好不好？ 还有千鸟，千鸟，哇！哎、欸，飞超远的，试试看，飞超远的，我看到，打很远哦，不行哦，一定要瞄准到人才行，出现到血条才可以。等下，这可以吗？哇！等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不是那个吗？这不是街头艺人吗？ 啊，我打错人了哈，不好意思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来两只哦，是谁？哎呀，佐助的哥哥走来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后面是谁 ？Pain 哦。哎呦，不要用这招啦！啊，你不是会？哎呦，哎呦，你打不过我的啦！<笑>哎呦，不要用那个。 哦，听不懂哦，你跑不过我的啦，我这么厉害，千鸟，哇，哎哎哎哎哎哎，一刀就倒了，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，哎、欸，虽然我是你弟弟，不可以这么凶啊，不可以这样，哎、欸，是不是？
我有这个防护罩，你打不到我的了，好不好？哦哦哦哦，他有那个范围的感觉，就是他靠近我的时候，他自己会弹开，有没有？你看，这个人会自己弹走哦。哎呦，他飞起来了，而且他很会损血哦。你看，越靠近他，没有，他真的会损血。可是，一般的物品啊，就可以直接走过去哦。可是，只有人会挡住而已哦。等一下，啊，哥哥呢？哥哥怎么倒了？来啊，来啊，你不是很厉害啊？哎呦，来啊，站起来啊，站起来啊！哎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他倒了。哦，这个帅哦，这跑过去就可以了，耶，全部飞走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他还有另外一招是什么？看看。哦，这个巨人佐夫是有手臂的。哦，发一下，烧起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打到哥哥了。哎，轴倒了吗？这个轴烧起来了，但他感觉还是活着就对了。啊！爬起来，爬起来，爬起来了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来啦，来啦！我后面让你啦，让你打屁屁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不要不理我啊！哎、欸，站起来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！哎、欸，直接把他撞倒，没有？哎、欸，哇哇，好猛哦、喔，这招超猛的！哇！别走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玩了不玩了。他还有什么？巨人佐夫还有这招没有？哇塞，超大只的。那他好像有范围，有范围的关系，而且好慢哦，他倒超慢的。然后他是可以挥拳的哦。哦，他有八只手？哦，不是哦，四只手啦，还有四只手。你看。他只有近战功能，他没有办法打很远的。像如果人在很远的地方有没有，他是没办法挥到的。等一下我看看。哦，他可以跳哎，他可以集气跳远，来试试看。哎、欸，飞好高哦，来。哦，这个是什么技能？哦，这个是。轮回眼是吗？它可以瞬移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来，我试试看，垃圾桶上面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垃圾桶，等一下，我标注一下，来，离它远一点呐、啊！来啦，进洞得分哦！哎、欸，在上面，哎、欸，进不去了，进不去了，进不去了。来，我试试看啊，它如果可以传送到车子上面，那我试试看。哎，车子哎。射在后面，来试试看。来来来来来，传送。错位错位错位，来没关系。我们这次挑战远一点啊，好不好？我们试试看，有没有办法挑战到那个最高的楼层啊？看来是不行，因为视角太远了。等一下，所以最近只有这个距离。看一下，传送。哎呦，就在边边呢，哇，这不怕掉下去啊，不愧是忍者，来试试看，有没有办法传送到车上？车子不见了，车子不见了啦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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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打被打，哎呦，干嘛啦你啊？我是佐助哎，不知道吗？都没在看卡通哦。哎呦，帅啦帅啦帅，超帅超帅！等一下，我看看还有什么功能啊？就是，哎呦，好帅！哇，连翻滚都很帅。等一下，看。满劫強射輪眼。哎呦，血轮眼什么技能？这血轮眼看起来是没什么用哦。满劫強射輪眼。要跟我说再见哦。哎呦，这个有个太太坐在这里啊，试试看。来了，陨石术。Oh no！ 这可以救他吗？
不行，这陨石树太重了，我先走了，当作没看到，好不好 ？OK， 别别别，卡通，我竟然好火球之术啊！哇，整片烧起来喽！车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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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来来来，水遁啊！来，我帮你把火灭了，我帮你把火灭了，等一下。水流弾の術。连车子都吹走了。哎呀，当然我们大蛇丸的技能也是要有的啊，这个。水野战士。来来来来来，别走别走，哎别走，别走啊别走，哎。哎嘿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超帅的啦！龙骨冲！就可以冲上木盾呢！哇，这视野太高了吧！哇，大树根啊，整片插满满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见了！所以它是短时间会出现的，而且是它只有在正前方才有。来，再一次，龙骨冲！就可以冲上我！哎呦，哇！打警察用这招太 OP 一点了，而且这姿势很帅。什么技能？啊，当然我们的影分身术啊！哎，打警察，打警察，打警察！打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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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他！打警察不是打我，哎呦，打错人了，打到自己的分身了，哎、欸，去哪去哪，哎、欸，哦，哇，飞好远哦，还有还有还有什么技能？我看看，哎、欸，被撞了被撞了，小心啊！魔仙丸都出来了，所以他照理说他是可以站在水上面，我试试看，可以吗？欸、可以耶！他站在水上耶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做的跟那个火影忍者一样哦、喔。试看他如果用掉一般的招式的时候，欸、他真的是可以走在水上，但是他好像有浮空的功能呢。哎呦哇！清空水上漂，哎、欸，真的帅。好了，我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呢，帮我按下大大的喜欢。那别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。还没订阅的呢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无论车水的多棒，刻意的模仿只会坏了分身。我出点平常，注意的形象，黑的非常奋斗。我天赋怎么个读书，听不记录，心境接了 flow， 进入了艺术的听出的密度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不如半个人，称自己战神。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很准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废他玩的真。他先不嫉妒我，先不嫉妒，帮你换三个粉。